追根溯源，探寻生命健康的本质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，我是静哥。中国呢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和出口国，纺织和印染技术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，甚至呢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。而中国常熟作为一座千年古城，更是见证了无数纺织企业的发展历程。今天呢，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中国常熟，去感受和发现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所在。常熟，这个地处江南水乡的湿地城市，依山临水，风景秀丽，物产丰富。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，交通网络迅速发展，已经成为上海浦东开发区的辐射地带，并连接苏州、无锡、南通等重要城市，素有江南福地的美誉。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，使得常熟这座城市孕育出了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经济活力，也让这里的人们在生活品质、教育水平、企业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重视。唐道强，一位来常熟打拼的异乡人，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送女儿上学，这样的习惯他从女儿上初中就已经养成了。晚上我会按时来接你，还是在那个老地方啊？我知道。到时候车流量很大，就是过马路的时候要当心啊。在他看来，女儿能够顺利地考上大学才是她最大的骄傲。小时候啊，我们家在那个当地啊，在我们村上是最穷的，但是我们因为从小看到父母那种勤劳致富而且完全拼搏，我们从小的幼小的心灵就受到了感染。虽然大学我经过几年的努力的学习最终还是没考上，但是这并没有催眠我的梦想。20年前高考落榜的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，从一个贫穷的小山村一个人来到了常熟学习纺织技术，并在业余时间自学互联网知识。因为唐道强相信只有不断的努力学习才会改变自己的命运。2006年，唐道强成立了自己的公司，是从事生产经营面料的自营进出口资质企业，并取名为常熟市赵家珍纺织有限公司。今天很开心啊，我们送完女儿上学，唐道强要在8点之前赶到公司给员工开早会。每天早会的内容都不一样，今天的主题是如何能够给客户留下好的印象。我对待每一个客户呢，我都是以认真的态度，不管他们能不能跟我达成交易，我都是很珍惜的。从公司刚成立的第一天起，唐道强就下定决心要严格要求公司的产品品质，从原料的采集和纺织机械双向把控，公司的厂房也从不足500平米扩大到了超过5000平米。随着公司一天天的壮大，客户过来寻求合作的也越来越多，在当地的中小企业中还算小有名气。在2011年，唐道强曾被阿里巴巴针对企业家开发的一档对话栏目邀请，并加入了阿里巴巴黄金展位的投入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互联网上充分地展示自己的产品，从而与更多的客户进行合作。但要想成为自己的稳定客户，还要花费一些心思。我们厂家每年就一个产品，我们都经过多次认证，把握好产品的每一个环节，让客户在试用的过程中很放心。如果在商业竞争中我们没有广交朋友，广交四海朋友，那么有的你就是陈言下，不了解市场，不了解产品，这样一来你就不可能在商业中获得价值。所以我认为在商业中人脉决定财脉。人脉决定财脉，这是唐道强多年来悟出的道理。如何才能聚集人脉？现实的状况迫使唐道强必须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，将自己多年积攒的资源进行整合，同时一直不断地追求产品的创新。
同一年，公司还加入了当地的企业家商会。在这里，唐道强学习到了更有效的管理经验，也打通了人脉的困难格局。因为我认为，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，要改变自己，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思维。要改变自己的思维，就要从自己做起。在商会中，我们认为我们的企业能够整合资源，每一个企业家都抱着很诚实的态度，共同学习，共同分享。现如今，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，越来越多的体育参与者和对时尚、实用以及多样化的运动服的市场需求。2015年，全球运动服市场总额就达到1263亿美元，而且随着人口快速老龄化，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瑜伽、慢跑等健身运动越来越受欢迎，这就为运动服装的销售带来了巨大商机。唐道强抓住了来之不易的机会，与江苏鼎新印染有限公司强强联合，共同在运动面料的领域里加强合作。现如今，已经为耐克、Zara、H&M 等国际知名服装品牌提供服务。双方达成订单，只需要一个电话，甚至是一条短信。公司每年生产的面料已经达到3500吨，其中出口面料占据了生产总量的50%。在预定的时间内，货物从常熟出发，通过深海高速抵达100公里外的上海港，最终发往世界各地。在我们打拼的时候，刚刚对外围还不太了解，但是我们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，也就是做到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每天离开公司之前，唐道强都会去厂房里检查一遍，为了让产品的品质不出问题，他都会认真地对待每一个细节。这个订单情况就是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毛坯差不多了，就明天开始那个剪毛了。那这个漆皮呢？客户已经在催货了，现在已经在催货了。每天处理完工作之后，唐道强都会去离家不远的俱乐部打乒乓球，这是他最热爱的运动项目。我在这个打乒乓的过程中，我也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。其实我们很多事情，复杂的事情要简单化，简单的事情我们再用心去做。创业难，守业更难。唐道强总是以乐观的心态和严谨的做事态度去面对困难，并且通过自己的奋斗历程去感化身边的人。我在10年的创业过程中，说实话，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我的亲人是给我最大的帮助，我的家人，包括我的老婆，因为我们从打工到创业，我老婆都是跟我在一起，所以家人是我最重要的，也是我一辈子值得珍惜的。10年的坚持成就了现在的唐道强，也让企业从一个小作坊变成了现如今规模化生产的大厂房。随着公司影响力的不断扩大，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的10年，企业在领导人唐道强的带领下，一定会不断地继续腾飞，丰盈自己的羽翼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能够飞得更高，飞得更远。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，寻找健康源，发现健康源，我们一直在路上，下期节目再见。